不好意思，机会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一趟。陈潇，陈潇，战哥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王凡给我打电话，我得回趟机库。哦，好好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每次都没能赶上送你回去。 顾部长好，嗯，郭机长，哎，赶紧给我走。嗯，今天的观察员不是林依晨吗？他求我跟他换个班，说家里有事。可你是副驾驶啊。他刚降的观察员，可能跟新同事还不太熟吧。 也可能是我看着比较像备胎吧。驾驶舱准备完毕，请机长检查。陆洲发动拐五，由于航路天气原因。 昨天几点回来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半夜了，昨晚上跟市场部那波单身狗，嗯，火锅去了，弄了一身味儿，然后换下来衣服搭在我制服上了。你有没有香水啊？啊，这个，借我喷喷啊。嗯，这香水好闻啊！哎，你啥时候买的？你不是不喜欢喷香水吗？我，反正你也不喷，送给我得了。啊，好。嗯，你最好了。嗯。
小姐，过两天有那个特别火的脱口秀演出，咱们俩去看吧。忙得要死，累得要死，哪有时间？你不是看得挺开心的吗？我也想开心开心。飞行员不能带着情绪工作，我今天负能量太多了，我只能用这个办法中和一下，保证飞行安全。平时刷朋友圈吗？大家都怪你玩了太久了。我没什么呀。你和宇航啊，没有的是。别删了，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。就这样，光明正大些挺好的。好吧，南丁哥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。嗯，早点休息吧。南丁哥，哎，南丁哥，你找我？啊，有人送了我两张票，我用不上，给你吧。南丁哥，你自己去看吧。我明天有航班。
你找同事去吧，别浪费了。嗯，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嗯。嗯，可以啊。上水吧。你这好的挺快的呀，能吃能喝的。反正南天哥又没和真和雨恒在一起啊，外头人都瞎传呢。谁告诉你的？顾南亭亲口跟你说的。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什么？白汉汉。你还真买了？南亭哥给的。他？哎呀，我给你学一遍你就都明白了。有人送了我两张票，我用不上，给你吧。南亭哥，那你自己去看呗。嗯，我明天有航班，叫同事陪你去吧，别浪费了。小姐，我特意查了，明天你正好没有航班。你说这张票是要请谁看的？我这儿还挺多。笑。笑什么？就问你喜不喜欢吧。啥石牛？